请掀开讲义第十六面倒数第二行，看这个第四啊，明去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所归，在于往生极乐净土，正三不退。故本经以原生四土，今等不退为趣。前面这个一大段是明宗，也就是说明修学的纲领。我们修学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就是去了，所以宗旨所归呀，叫做去，也就是我们期望的果报啊。这第一条里面呢，就说得很清楚了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所归。就是往生净土，就是圆证三不退。诸位要晓得，这两桩事情是事出事法里面的最难。这个最难的都能够得到，那容易的就不必说了。哪些是容易的？人天的福报，这是容易的啊！所以这世间人讲的求富贵、求长寿、求男女啊，这个男女就是儿女啊。求儿女，没有一样求不到的。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这句话都是真实的。可是有不少人求啊，没有感应啊，求不到啊，诚心诚意去求。也求不到，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决定不是佛法不灵啊，啊，就是佛法说错了，不是这个，而是我们所求的不如法，不合理，好像那个保险柜一样，保险柜的号码对准了，一拉就开了。错一点点呢都拉不开，你那个球呢就是没对准呢，总是有一点偏差了啊，所以这个门呢总是打不开啊。道理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一切的祈求啊要如理如法。那么所有一切经论都是说的理，所有一切修行方法，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在一切理论与方法之中，无过于无量寿经，
啊，这就是说没有超过无量寿经啊，讲这个理论方法了，无量寿经是一切经里面的第一了，这是我们要明白的，要相信的，然后依照这个经上所讲的道理，所讲的方法，儒教修行，哪有不埋怨的道理呢？世出世间怨求最难的就是圆正三不退呀，圆生四土，这真难呐！阿罗汉、辟支佛，乃至于诸大菩萨，都办不到。他为什么办不到？没有依无量寿经。依无量寿经呢，我们凡夫都能办到，啊，何况于那些圣人？啊，这是真正不可思议了。我们看底下这一段，这是讲到圆生四土，圆是圆满。所谓圆生，一生一切生，生凡圣同居土，就是生方便土、十报土、净光土。啊，一生一切生呢，这叫圆生。啊，这个情形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只有西方净土啊有，其他诸佛刹土这个四土啊不能够圆生啊，它是有等级的啊，生凡圣同居土，一定要断见思烦恼，才能够提升到方便有余土啊，再破一瓶无明，正一分化身，才能升到十报土啊，它是有等级的啊，所以不是原生。西方世界为什么一生一切生呢？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所以这个法门叫二力法门。这个二力是自己一分力量，佛的愿力加持啊，那个加持的力量非常非常大啊。只要我们对阿弥陀佛、西方净土能够相信啊，能够发愿求生，你就得到加持。如果你的信愿不真实，这里面还有怀疑，或者对这个世间，或者是他方佛土还有贪念，还有爱慕，这个佛力加持就加不上啊。那么这些事实真相我们要明了啊，如果真正得到佛力加持，一定要以真诚心、清净心啊依教修行。四土之相我们多少要知道一些啊，
这第一呢，凡圣同居土。要解云：此土凡圣同居，训与极乐者有四。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可是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要比较一下了，那当然差别太大了，这个太大太多了就不好讲了。欧益大师把它归纳说出四种这个是大分的四大不同四种。第一种呢，我们这个世间凡圣同居是暂同，是暂时的，何以说是暂时的呢？这二乘正果便入灭小乘的圣者，从虚陀洹初果、二果、三果斯陀含、阿那含，他们没有证得阿罗汉，住在我们这个世界。如果证阿罗汉呢，他就入般涅槃，就不在我们这个世间了。可见的他那个同是有时间性的没证阿罗汉以前跟我们同住，证得阿罗汉之后他就走了，就不同住了这是暂同。那么这些圣人住在哪里？我们这个世界，诸位晓得有六道啊。凡圣同居，如果说是佛菩萨应化，六道里面都有，这个不是讲应化，这是讲修行。我们这个世间是凡圣同居土，在我们中国很多学佛的人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在普陀，文殊菩萨在五台山，普贤菩萨在峨眉这很多人都知道，几个人见到呢？见到的人太少了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佛告诉我们，斗率天有内院有外院，外院凡夫天就是斗率天人所住的地方，内院呢是弥勒菩萨的道场，一般斗率天人也不知道，也遇不到只是听说而已就好像我们这个世界呢，听说文殊菩萨在五台山，那听说而已所以在斗率天呢，斗率天人也是听说有内院，听说有弥勒菩萨，也没人见到再往上面去就是四禅
第四禅，四禅很特别啊。我们晓得初禅有三天，二禅三禅呢都是三天，四禅有九天。这九天里面呢有五种啊，五天呢是叫五不还天，是小乘三国圣人在那个地方修行的啊。但是四禅天人呢也不晓得他们在哪里啊，也见不到，叫凡圣不相同啊。除了五不还天之外啊，还有一个外道天啊，这个很特别，就是无想天啊。这个世间人要修无想定，这无想定修成功之后啊，他的果报啊就在四禅的无想天啊。那个定功失掉之后，又要轮回，又要堕落啊。这个是啊，六道里面凡圣同居的情形啊。所以大权菩萨积金则不实现啊，就是菩萨是来度化众生的，度化众生要有缘分，那个有缘的人他都得度了，佛菩萨就走了，也不在这个世间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呢，同居是暂同，彼土同居，彼土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在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直至成佛，这是永远的同居，不是暂时，永远的同居。诸上善人，经上讲的上善，是指等觉菩萨啊，菩萨里面最上的 啊，再没有比他更上的了，更高的了啊。所以这个上善就是最高的、啊、等觉菩萨。等觉菩萨跟我们天天在一起啊，聚会一处啊，天天在一起同居啊。等觉以下了，那当然更不必说了啊，都包括在其中。一直到成佛还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情形跟我们这个世间大大不一样。第二呢，难遇啊，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五台山的文殊菩萨，普陀山的观音菩萨，只有很少有缘的人遇到了。在我们过去古大德传记里面所记载的，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啊，法照，唐朝时候人，遇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在五台山啊，跟菩萨见过面啊，菩萨讲经说法，法照也在下面坐着听了一次讲演啊，听完之后还向菩萨提出疑问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到末法了啊，末法时期众生根性钝
啊，问菩萨了，修什么法门最为稳当？菩萨就劝他念佛，啊，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菩萨很慈悲，还做了示范，念了几句给法照听。啊，法照就学会了。啊，他本来是禅宗的大德，从此以后呢，他就专弘念佛法门，专修念佛法门，成为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啊，他传的这个念佛的这个音调，就是文殊菩萨教给他的。啊，这叫无慧念佛。啊，所以那个时候人家叫他做无慧法师。啊，这个无慧念佛是文殊菩萨传下来的，但是现在这个声调已经失传了。啊，我们最近那个无慧念佛是最近的人，啊，听说有无慧嘛，自己就编一个谱啊来念，那个念的我听了一听呢，恐怕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如果是菩萨传的这个念佛音调，我们一听应当这个心地清凉自在，啊，那个才能够相应。这个音调听起来呀，得不到，就像唱歌一样的。啊，你用这个方法来念，你的心定不下来，所以绝对呀不是法照法师传的，啊，不，绝对不是的。啊，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啊，但是现在这种无慧念佛呢，拿去表演很适当。啊，借淫出机，啊，表演可以。啊，宣传佛教可以。真正用功啊，那个声调还是有问题。啊，这个哪一种声调好，就是那个声调念到心清净，念到心会定下来，啊，这个方法就好，啊，这是我们选择念佛方法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法照也很有心用心呐，啊，临别的时候啊，这个走的路啊，路上都做上标记，啊，希望下一次来再见到他。啊，这个标记还没有做好，回头一看呢，一片荒山，那个道场没有了，这缘分就不够深了。啊，只能让你见几个小时，以后就没有了。啊，那么像《三昧水忏》里面记载的迦诺迦尊者，啊，在四川，都是有缘的才遇到。没有缘的到那个地方看到是荒山，啊，看到是野树，见不到菩萨了，庄严的道场啊，啊，这就是难遇啊，啊，虽有圣者现居此土，不易见闻亲近，啊，不容易。别途则介入私有，朝夕同居。那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一样，啊，那个地方诸大菩萨天天跟你在一起，啊，所以你要有疑问，随时可以请教。啊，他时时刻刻关怀你，照顾你，帮助你修学，哎，这不一样啊。第三稀少，我们这个世间虽然圣人凡圣同居，圣人少啊，圣者如真如瑞，稀有难逢。
啊，太少了。彼土则其中多有一生不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数。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圣人太多太多了，数不清呐。啊，说一句老实话，这些诸上善人，啊，你看这里讲了，都有一生不处，一生不处是上善啊，它的数量啊，比我们往生去的人还多，啊，跟这些大菩萨们在一起，成就当然快呀，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修行。这经常常讲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二三界就圆满了。啊，为什么这么快呢？你了解这个状况就明白了。啊，老师是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同学这是诸大菩萨，这不是凡人呐。啊，跟这些人在一起，那成就怎么会不快？第四，所作不同。此土众生轮回六道，生成无定。啊，所以这个地方修行难，正果难。最可怕的事情啊，就是六道轮回。六道里面生三善道，这叫生，往上生啊。生三恶道啊，叫堕落，往下沉啊。生沉无定啊。啊，六道里面我们到底在哪一道住的时间最久呢？说实实在在的话，在地狱里头住的时间最久，在人天里面住的时间最短。啊，地狱时间住的最久啊，非常可怕了。六道里面的众生心里面充满了毒素啊，这个经常常讲贪嗔痴这三毒啊，这三毒就感三恶道的果报，贪爱这是魔鬼，愚痴是畜生，嗔恚是地狱，里面有三毒，外头有恶缘。恶缘什么呢？就诱惑你，让你起贪嗔痴，让你贪嗔痴天天加重啊，换一句话说，希望你堕落得越深越好，就干这个。这是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太可怕了啊！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啊，内要断烦恼，外要断恶缘。啊，这个恶缘呢，就是不为外境诱惑，啊，这个很要紧。啊，凡是外面境界还能够诱惑我，我对于这个境界要保持距离，
愈远愈好。古时候修行的道场为什么都建立在深山里面，就是跟外缘呢断绝啊，在这个深山里面呢修行啊，山下发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了？总得有个三五天呢，有一个人从山下上来的时候说说才知道，否则的话没人知道啊。啊，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这个殊胜的缘呢没有了。山顶上盖个庙，装个电视机，吼全世界的事情啊，你都知道了，那还修什么行？这不能修了。啊，修行修什么？修清净心啊！啊，我们这个经题上。这行门里头，第一个就清净平等觉，这清净摆在第一了。修清净心，你心不清净呢，你还修什么？凡是能够扰乱清净心的，都叫魔障啊！啊，什么是魔啊？那个青面獠牙的魔，看到你就害怕了，你当然不会清净它了。啊，什么是魔？佛在经上讲的，食物是魔啊！哎，人偏偏喜欢呢。啊，你看身，杀到淫，杀到淫是魔啊，没有一个不喜欢。啊，口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这是魔啊！哎，每个人都喜欢的。啊，心魔贪嗔痴啊。跟魔交上了好朋友啊，不肯舍离啊，所以你生生世世修行都不能成就啊！你要想真正修行有成就，这些恶魔冤家要远离啊！啊，你看佛在经上讲啊，识恶是冤家了，识善是后友啊。啊，谁是奉行十善？哪一个远离十恶呢？这一条做不到，菩提道上就有很大的障碍，这个障碍不容易突破。啊，念佛也不能往生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这个世间的众生呢，造轮回业啊，这个《地藏经》上讲得很好啊，阎浮提众生呢，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都造作罪业啊，所以他的果报在六道里头生成无定啊。我们的恶念都善念少，所以断定我们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啊。我们这一生很幸运，三恶道的罪受满了，这冒上来了，是啊，得个人身了，得了人身的时间很短啊，几十年当中啊，又不断在造恶业啊，这个寿命到了，又到三恶道去报道去啊。三恶道的时候，人那些人看到你呀、啊、上身了，都庆祝啊，啊，为你庆贺啊，哎、啊，可是没几天看到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说这个多可怜啊！不要说是地狱了，就是讲恶鬼道。恶鬼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我们人间一年呢，在恶鬼道十二天呢。这个诸位要晓得，假如从恶鬼道出来到人间了，能恶鬼道大家庆贺、哦、你到人道来了、你到人道纵然活一百岁，回去又到鬼道去了，在鬼道里面看看没几天呢，你出去没多久我又回来了，对，生成无定啊。所以你想到这个事实状况啊，你才晓得这个问题严重，真正可怕啊！所以不一心求生净土啊，真的是不得了啊！彼土则同净无明，同登妙觉啊。那么西方世界的人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啊，我们这个时间每一天大家在一块干什么？是非人我啊，贪嗔痴慢啊，搞这些就造轮回业。西方世界大众在一块干什么呢？念佛啊，破无明正佛道啊，日常生活状况，世尊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说了不少啊。他们每一天生活状况是听经啊，听佛讲经，听十方一切诸佛讲经，智慧增长。每一天供养诸佛如来，化度一切众生，人家这个工作是福慧双修啊，啊，供养是修福啊，啊，听经说法是修慧呀、啊。复会少修啊，天天干这个啊，有坐禅的，有行道的，他们日常生活你看多自在啊，没有说是非的，没有搞人我的，没有这事情啊，一直到断尽无明，圆成佛道。他们造的是这个事情，这所作不同。有甚者，啊，这个后面这一段，这是把两个世界做一个比较之后，凡圣同做同居图做个比较之后，说明西方世界凡圣同居图尤其不可思议。殊胜无比呀、啊，不待断惑，但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便蒙佛愿名家，觉得往生净土，其事甚易啊！啊，这个就是他无比殊胜之处。我们修其他的法门，一定要断见思烦恼，啊，这个断惑，惑就是见思惑，啊，一定要断见思烦恼，你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啊，才超出轮回了，啊，见思烦恼不断，轮回决定不能超越。
啊，所以纵然修定，修套四禅八定，也只能到色界天、无色界天，还是不能出三界。原因在哪里呢？你这个烦恼没断，定功是可以把烦恼扶住，它不起作用，所以你的境界往上提升，烦恼没断，所以它提升的这个是有一定的限度，到达这个限度就不能再往上升，这个定功失掉的时候就要堕落，是这么回事情。可是这个法门就特别了，只要你发菩提心，这个发菩提心，藕益大师的解释最好。藕益大师说，什么是菩提心？真正发心求生净土，这一念心呢，就是无上菩提心。这个说法我们好懂，我们能做得到。如果像经上所讲的至诚心、身心、大悲心，或者是发愿回向心，我们做不到。藕益大师讲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就是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心里面除这一念之外，别无二念，这个心呢，就是无上菩提心。你只要发这个心，才能够专念，一心念佛，就得佛的本愿加持，你一定得生净土。所以这个事情容易啊。就是你肯不肯干，肯不肯放下，万缘放下，一心专念，这种放下，诸位一定要明了，是叫你心上放下，不是叫你思上放下。思没有障碍，心有障碍。无论是在家、出家、学佛，在家你有家事，你有家庭，你有事业，你有亲属，你必须要照顾，这都属于思。心里面呢，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一心专求西方净土，果然能这样做，你在日常思当中你会做得更圆满，做得更周到。为什么呢？你心清净，清净心呢，就生智慧呀。所以你处事就会处得很恰当，不会做错事情。那么出家了要服务道场，道场呢是帮助众生修学，所以出家人有出家人的事，这个事也不能放下。有些人误会了，那么出家还有这么多事，那我出家干什么？你认为出家什么事都不要做了，就可以老实念佛了，这固然也不错，那要很大的福报啊。没有大福报啊，你做不到啊。这种大福报怎么办呢？就自己有钱有势力，我出家，我自己盖一个庙，自己修行，可以行。
啊，请几个佣人帮你烧饭、洗衣服、照顾你，可以。啊，这个一般道场戒淫众生的不许活，没有特权阶级啊。啊，一定要依照常住的规矩来做。啊，所以说事要做，心清净。啊，心的确的时候可以专圆净土。啊，专念弥陀，这就对了。啊，那么尽量呢，减少诱惑。比如道场里面，啊，大家在一块共修，不看报纸，不看新闻，啊，不看电视，不接触信徒，这个信徒来了要照顾，你去了，去了我再不找你，不巴结信徒。心清净啊，哦，这个信徒很有地位，很有财富，我们要把他抓住，你的心就不清净了。啊，清净心要紧呐，那个要是抓信徒啊，那个就是造轮回业，又去搞六道轮回了，那个事情不能干了。啊，你再有钱再有势力与我不相干，我到极乐世界去。啊，你搞你的轮回，我不再干这个事情了。啊，你来了我们当然要接待，你去了就像镜子一样走了，你都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啊，所以住道场要这样用心啊，就对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在所有一切修行法门当中，这个法门容易，这古人讲简单容易，稳当快速。啊，这个说的一点都不错。说如是方便直接殊胜稀有啊，乃十方世界所闻。那十方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做个比较，啊，西方世界，这是无比的殊胜，啊，他方世界没有这个情形。又待业往生，任数反复啊，但无退转，一生成佛，故往生同居一界。云生四土也，啊，这一段的开始是真实不可思议。啊，我们待业往生，烦恼没有断，啊，贪嗔痴没有断了，是非人我没断了，啊，凭什么往生呢？这一句佛号啊，把我们这些念头压住，啊，虽没有断呢，它不起作用，啊，只要不起作用了，就管用了，啊，就可以往生了，啊，它一起作用了，就不能往生了。这个事情，特别是在临终最后一念。所以这个最后一念就太重要了啊，最后一念辅助烦恼不起作用，阿弥陀佛起作用了，这往生了，这第十八愿一念十念呢都决定往生啊。有人念了一生的佛，最后这一念乱掉了，那就不能往生了。啊，所以你要晓得家亲眷属啊，冤家债主啊，不会放你过去啊，
你这一到往生的时候，他在旁边，哎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你完了，你的身体，请你就把你这个念头搞乱了，啊，你就不能往生了，啊，这是冤家对头啊，把你拉住不让你走啊，你想成佛，啊，他还要拉着你在轮回里头受罪。啊，在一般上，他好心啊，他是应该的孝顺呢、啊。这孝顺怎么样？把你拉回来搞轮回叫孝顺，这个不得了啊！啊，所以一般啊功夫都没有达到一个标准。那么往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如果功夫成熟了，那不怕了。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他也不动心，如如不动，他还是阿弥陀佛，那功夫到家了，真的放下了。啊，为什么别人痛哭流涕你不动心呢？你自己儿孙痛苦你就动心呢？你有分别有执着吗？你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的儿孙跟我不认识陌生人一样，那也不动心了，啊，那样才能成功，啊，所以这个放下在心里面，把这个意念舍掉，啊，所以佛常常教给我们啊，既然学了佛了，尤其是出了家，看家亲眷属跟一般信徒平等平等。无二无别，就没有这个亲情的牵挂了。啊，到将来往生呢，就不会有这个障碍。啊，平常要训练的。啊，到那个时候才用得上。啊，当然，更好的功夫是预知时知。啊，晓得什么时候走。啊，而不生病，啊，这个就很高明了。像过去，大概是57年的时候，啊，57年，台南将军乡那个老太太往生，啊，那行。他们一家是学佛的，学佛害怕生离死别，还是怕这个啊。所以老太太往生，哎，她是吃晚饭的时候啊，家里人就开饭了，等她吃饭，她说你们不要等，我去洗个澡，你们吃你们的。实际上呢，她是真的洗了澡，洗澡之后啊，到佛堂里念佛，站着走了，没给家人讲，所以家里人等了很久没出来去找他，啊，到最后找到佛堂，看到他穿了海青，手上拿着念珠，面对着佛像，已经走了。啊，这个时候你怎么叫怎么哭啊，都不妨碍了，已经走了。高明啊，啊，这个高明啊，啊，那么我们在美国，也是前些年，啊，这个甘老太太跟我讲一个往生的故事，啊，这个往生的也是个老太太，是她的亲戚，啊，大概是她的一个远亲，啊，那么在美国。什么时候往生呢？没人知道。啊，他是打坐走的。啊，因为在美国，家庭里面呢，这个老太太早晨起来就是烧早饭。啊，这一天呢，家里人都起来了，这个老太太没烧饭，没动静，就开她的门，门一打开。老太太在床上打坐，仔细一看呢，走了，不晓得什么时候走。
可是他老早就洗好遗嘱了，遗嘱就摆在他床面前，而且儿子媳妇孙子那个校服啊，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做好的，因为在外国买不到嘛，他都自己平常都做，都做好了，一份一份也摆在面前，后事全部准备好了，他那么潇洒的打坐往生，这都是念佛功夫到了家的。这事距离我们都不远了。诸位想想，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实实在在说，他们真放下了。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没放下了。嘴巴里头嘴很硬呢、哎呀，我要往生呢、心里头牵肠挂肚的事情一大堆一大堆呀、所以走的时候还得要生病，你说多麻烦啊！真正洗干净了，身心清净，不会生病啊。凡是走的很生病啊，换一句话说，没有放得彻底呀、心不是真正干净的。所以我常讲啊，所有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妄想烦恼生的。你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烦恼，你怎么会生病呢？所以这疾病的根源你要找到。他们为什么不生病走？换句话说，他心清净。这个是真正的福报啊！所以我们这是待业往生，生到西方世界还是凡夫啊，但是西方世界不退转啊，到那个地方去，真的就圆证三不退啊，一生成佛啊！我们真是一生往生，一生成佛。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法门啊。那么这个底下这一句啊，故往生同居亦皆缘生师徒，我们注重在缘字啊，圆满呐、这是他方世界没有的。在事实上有许多同学来问我们念佛冤亲债主很多这个当然多，多到没有办法计算。为什么呢？是你生生世世跟众生结的缘吗？你跟这一切众生结善缘少啊，结恶缘多啊。那为什么会结恶缘多呢？因为念念都为自己，多干一些损人利己，这个损人利己啊，就跟人结了冤家了，就结了冤了。所以结冤的多结恩的少啊，太少太少了。恩里头都有怨啊，这个要知道啊。这些冤亲债主时时刻刻来扰乱，这怎么办？所以结缘是结，就是佛门修行里面一个重要的课题啊，怎样把众生这个冤结把它解除啊？这个要靠两种力量啊，一个要靠自力，一个要靠佛力了。
业里面又有两种，一个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把自己所修的这个成果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愿他们离苦得乐，愿他们破迷开悟。第二呢，自己专修清净心啊，因为身心清净了，缘就断掉了啊。这个冤家债主想报复你找麻烦，他总要有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在佛法里面讲缘，我们不给他机会啊，缘断掉啊，这是自利了。用这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用得得力，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这就是靠佛力了啊，佛的愿力加持。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有智慧，有道力，有神通，我们一定帮助这些冤亲债主真正这样发心，真正这样修行，这才能够结缘实际。古大德跟我们说，念佛求生呢，求生净土是结缘世界里面最好的方法啊，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好了。再看底下这一段，这第二啊，方便有余土。念佛功身立杂乱性，专念一句名号，心口相应，字字分明。心不立佛，佛不立心，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如是念佛名四一心，这是我们念的功夫深了。这个待业往生，念佛的功夫得力了，就能待业往生。我们现在念佛功夫不得力了啊，什么叫不得力呢？压不住烦恼啊，烦恼习气一来了马上就发作啊，佛号都忘掉了啊，这个就是功夫不得力了，这个不能往生啊啊。要念到得力，这个得力就是呢，这个虽然喜怒哀乐要发的时候，一句佛号就压住了啊，他就不会发作了，叫做功夫得力，这才能生凡圣同居土啊。从得力之后再加强，那功夫就深了啊，深的时候就能够断烦恼啊，立杂乱心。这个杂乱心就是见思烦恼啊，我们常讲的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啊，这些念头淡薄了啊，很淡薄很淡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句佛号很容易就控制住了啊，要到这样的境界。
这底下讲方法，专念一句名号，心口相应，字字分明。古德教给我们摄心念佛的方法，佛号从心生，这个心里面的佛号，口里面念出来，耳朵再听进去，用这个方法念，你的心呢，心里有佛，口里念佛，佛号再用心听进去，这个方法呢，就是都摄六根的方法。我们六根呢，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用这个方法来摄心。那么这样子，心口就相应了。口里念佛，心里面有佛。而不是口里念佛，心里头没有佛。那就不相应了。要念的字字分明，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念六个字行，念四个字也行，喜欢念六个字就念六个字，喜欢念四个字就念四个字，心不立佛，佛不立心呢，这两句话是关键，就是你心上真正有佛，时时刻刻有佛，念念有佛，这个人决定我是这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这个念念相续无有间断，不是说口，口念佛可以间断，口可以不念，心里面的佛不能间断，这样念佛呢，这叫四一心，四一心。这个功夫也有浅深不同，浅的刚才说了，这个见思烦恼完全佛住了，很容易就佛住了，念不念佛，这个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都不会起现行，都没有这个念头了，功夫深的见思烦恼完全断掉了，那是功夫深的，等于阿罗汉，有这么深的功夫，换一句话说，这样的功夫不生西方净土，他也不搞六道轮回，他超越六道轮回，有这样的能力，这就是四一心的上上品，就到这个境界，那个中下品的呢，没有到这个境界，若大此境界，这是讲你功夫到达这个境界，虽不求断惑，没有想断烦恼，而见思烦恼自然断落，可见得断烦恼这个事情不是有心去断的，有心有念头去断它断不了，决定断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断烦恼那个念头就是烦恼，有这个东西存在的时候，你烦恼怎么能断掉的？这一个念头就是不清净，你的清净心就不能现前，因为有这个东西污染，这就说明只要功夫深
烦恼自然就断掉了。啊，这个断烦恼是自然的。啊，智慧自然开，不要去求啊。啊，求智慧那就是迷惑颠倒，那是无明，决定不能求。啊，一切的顺其自然，只要老实念，这个重要。啊，只要老实念，啊，功夫自然成就，啊，这样就好。啊，见是错误的见解，啊，错误的见解太多太多了。啊，佛把这些错误的见解归纳为五大类，啊，叫见惑或是迷惑。这五大类里面，第一个身见，你看看哪一个众生不把这个东西当作自己呢？这个见解错误了，这身哪里是我呢？啊，那诸位要问，这身不是我，那什么是我啊？啊，身真的不是我，真有一个我在，你要把那个我找到了，那你就成功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我这个定义在佛法里面有八种讲法，其中有两种最重要的。啊，主明了你就晓得这个身不是我了。我第一个意思是主宰的意思，这身能不能做得住呢？做不了主啊，他有生老病死啊，他怎么能做主啊？要真能做主，谁不愿意年年十八呢？啊，他刹那刹那在变化，他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第一个意思，我是主宰的意思。第二个自在的意思，自由自在呀。我们这个身不能自由自在啊，受的限制太多了。所以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是凡夫，烦恼一瓶没断，真我就现前了。啊，为什么呢？那个身永远不坏，永远不变，啊，跟佛的身相完全相同，这是有主宰的意思，他做得了主了。第二，他真自在了，你看他能分身，啊，他能够一处一时一念能够变无量无边身相，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去闻法，去度生，他自在啊。我们这个没有办法了，不能分身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我就找到了。在这个世间没有真我啊，所以把这个身体当作我是最大的一个错误见解。那么这个身不是我，不是我是什么呢？是我所有的，是我所，它不是我。啊，像这个衣服，衣服是我所有的。啊，这个身呢，这身是我所有的。啊，六道里面的身都是我所。啊，把我所当作我，你说这错到哪里去了？就好比一个人的衣服，看。把这个衣服当作我，我忘掉了，衣服是我，你说这个就冤枉了，这大错特错了。
啊，所以这个身呢是我所，啊，我们把这个身呢要看跟这个衣服一样，啊，衣服旧了，脱下来不心痛，换一件新的。身体衰老了，不要了，再换一个新的，你就不会贪生怕死了。那这旧的旧了，用了这么多年了，不要了，换个新的吧。这个舍身受身呢，就得自在了，就不会有苦了。啊，如果你很爱惜这个衣服，好像就把衣服当作我，要把这个身体衣服要脱掉换，哎呀，那个脱像扒皮一样的，是那个洗的那痛苦啊，啊，错误的一个观念嘛。对，头一个身见，啊，第二个边界，这个边界呢，现代人所讲的。相对的见解，啊，这是错误的，啊，这个道理很难懂，啊，你看世间人说，有我就有你，我跟你是相对的，有大就有小，大小是相对的，长短是相对的，没有一法不是相对的，啊，这个相对叫边界呢。就是一边一边的，不晓得这两边是一个，啊，这两边不是一个，啊，长不是短，短不是长，啊，这是个错误见解。啊，除了这个，在因果上产生错误的见解。啊，这见取见，见取见，啊，见取见是果上错误的见解，见取见是因上错误的见解，这是讲因果，啊，诸位要晓得，世法佛法不离因果，啊，因果是真理啊，是事实真相啊。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报啊！啊，善恶果报，这是真理，是天经地义，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的。啊，今天早晨有一些同修来看我。其中有一位跟我说，啊，他说他有一个朋友，说拜一个通灵的师父，啊，有神通啊，通灵的师父。他说那个师父啊，灵得不得了，啊，他的小孩上学念书，啊，去供养他。他保佑他了，就考取了，就考中了，所以也相信的，信得不得了，劝他去拜，拜师父，啊，他来问我，啊，可不可以去拜？啊，我说果然有这么大的能力，啊，不但你可以去拜呀，诸佛菩萨都应该拜他做老师啊。可是我叫他，我说你仔细观察，一个人去拜他，一个人得感应了；十个人去拜他，十个人都得感应；一百个人去拜他，一百个人都得感应，那是真的，那个一点不假。如果说一千个人去拜他，只有一两个有感应了，那是假的。为什么呢？你不拜他也考取啊，你命里头该中嘛。那与拜他有什么相干吗？他正好碰着了嘛，这是，你就觉得他灵得不得了了。对，了凡四训多念念呐，啊。你看孔先生给他算命，哪一年中第几名，哪一年中第几名，命里注定的嘛。那到那个时候就考法榜，果然没错吧？啊，他灵在哪里呀？
诸佛菩萨神仙上帝都不能变动因果啊，都不能改动的啊，谁有力量来改变呢？楞严经上讲啊，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他，他自己也承认的，就现在世间人听骗不听劝的，劝你不听，一骗就上当了，就去了，甘心情愿去了，你是冤枉不冤枉？所以这个因果啊是有一定的定律，因果就是善恶的果报啊，你不修福想侥幸得福，没有这回事情啊，用侥幸的心得到的福还是你命里的有的，你命里没有啊这点得不到啊，这就是冤枉啊，一定要修。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财富是福报，今天大家发财了，你以为你的运气很好，经营的方法很好，哦，你发达了，其实这都是看错了，命里头有的呀，我从前很辛苦啊，现在这几年才发的，你那个命里头发达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啊，所以我常劝人念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至少要念300遍，你才会记住啊，印象才深刻，才知道一个人呢发达都有一定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中国古人常说，人在晚年发达的时候好能保住，年轻发达如果要不修福的话，那个福享完了晚年受罪就苦了啊，但是发达的时候知道修福的人不多，所以古人呢说这个话用意很深的，这个福报不要在年轻的时候发，晚年发，晚年发不修福还能保得住，一直到老还能保得住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发达的时候发了大财的时候后去享受去的时候不知道在修福的话几年就完了啊，福报就享尽啊，享尽的比如做生意了啊，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啊，年轻发达的很多啊，40-50岁了倒闭了啊，晚年很苦很苦，我们看到很多，在中国在外国啊都看到很多啊，事业做的的确是很大了啊，员工到几千人几万人的啊，一个不景气倒闭了啊，你说他是经营不善吗？那是缘不是因，因是什么？福报享尽啊，不知道修福啊，这个修福是布施啊，财富财布施得的果报啊，聪明智慧法布施得的果报，健康长寿无微不施得的果报，你不修这个三因你怎么会得三种果报呢？你说你哦，辛苦经营发财，自古至今有很多人不经营不用头脑糊里糊涂他的财就发到了，他不要聪明智慧，他不需要去经营的命里有嘛这个佛法就是讲得很透彻啊，我们布施的时候非常欢喜很乐意的布施
这个财发的就很顺利很自然。我们这个布施啊，是人家来劝劝的，说哎呀好就布施吧，布施的不甘心不情愿，布施出去后悔好多天，是那么这样将来发财的时候就发的什么很辛苦啊，赚钱赚的好辛苦，好不容易赚来的，就是什么呢，你布施的不痛快呀。啊，人家那个坐在这里的时候什么也不干，自然钱就来，他布施的痛快，他布施欢喜心呐、啊，啊，是这么一个原因呢、啊。所以你把这些因果搞清楚了，你就知道该怎么修了，就得什么样的果报了。啊，所以这个是见这个因果，就是见取见跟戒取见，必须要搞清楚啊。除这四种之外，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就叫邪见啊，邪见了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啊。那么这个思想上的错误就是贪嗔痴慢啊，这个是思想上的错误啊啊。所以念佛功夫深，这个东西不断自然没有。自然断掉了，这样的人往生生方便有余土啊，比凡生同居土啊要高一级了啊。那么这个高一级是从自分上，就是自己功夫上来说的，如果从佛的加持来讲呢，是平等的啊，西方世界是平等法界。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念佛回向。